今天的影片是要开箱这个惊喜，然后把它送给你。这个惊喜是 Dutch Lady Marvel Strong and Mighty Discover New Flavour Adventures 的神秘箱，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对，记得要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因为后面我还有多一个惊喜要送给你们哦。OK，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箱。哇，诶，这边有一张 crossword puzzle， 应该是让我来猜测到底是口味是什么。谢谢 Dutch Lady 送我这个神秘箱。OK， 我现在来玩这个 crossword puzzle， 看看我能不能猜到是什么新口味。OK， 这样。我猜测啊，你看这边有 cookies， 有 creamy， 是 cookies and cream 哦，但是他们加一个 vanilla 下去哦，我觉得他们出了两个新口味， cookies and cream and vanilla， 到底我有没有猜错？我们现在就揭晓，三二一，哇，我猜对了嘞，啊，就是这个 cookies and cream and vanilla ice cream flavored milk， 我们马上试喝。我现在是这个 Dutch Lady Marvel Cookies and Cream Flavored Milk， creamy 嘞 ，Cookies and Cream 的味道又很浓郁，而且不会太甜，我喜欢。现在轮到试喝这个 Dutch Lady Marvel Vanilla Ice Cream Flavored Milk， 哇，就好像这个盒子已经融化了的 Vanilla Ice Cream， 清爽又解暑 ，Nice， 建议你们去买来试试。OK， 是时候跟你们分享下个惊喜，那就是 Dutch Lady 将会举办一场 Comment and Win 新品大赠送的竞赛，十位最有创意的 Comment 将会收到一份 Dutch Lady Strong and Mighty Goodies Box， 里面会充满这两个新口味的牛奶哦。参赛资格很简单，看完这支影片过后，在这支影片的下方留言为什么你或你的孩子想要尝试 Dutch Lady Marvel Cookies and Cream 和 Vanilla Ice Cream Flavored Milk，还有写上以下的 hashtag， 别忘了 tag Dutch Lady 哦。不仅如此， Dutch Lady 将会在这十位幸运儿当中选出前三名，和我一起来个线上交流会。到时候我会和你们一起玩游戏、聊聊天，还有让你们试喝这两种新口味的牛奶。你们期待吗？我很期待跟你们见面哦。竞赛的日期是由2022年1月16日至29日，那你们还等什么？赶快 comment 来参加这个竞赛！既然的水里还有剩我这些用具与配料，那我想来试试看做这个食谱里面的 milkshake。Let's go。OK， 我现在就来开始做这个 vanilla ice cream 的 milkshake。耶、yeah, ，我的 milkshake 已经做好了，我先尝一口。很 chill， yummy。OK 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那我就期待你们的留言，我们下次见，拜拜。